今天洗个菜，一个汤，我把汤放中央。这是俺山东菏泽下乡做大席的大席小王子，所有的菜都是给你现场制作、现场加工。今天的标准是260问，12个菜8锅，带大家看看都有什么菜。第一道菜黄瓜拌猪耳，第二道菜五香溜大筋，第三道菜香葱拌牛肉，第四道菜大肘子，第五道菜油炸扒叉，第六道菜四喜丸子，第七道菜铁锅炖鸡，第八道菜麻辣大鲤鱼，第九道菜杏仁拌青菜面，第十道菜盐水大虾，第十一道菜香芋地瓜丸，第十二道菜京酱肉丝，还有八个丸。第一碗手工肉丸，第二碗肉丝鸡蛋汤，第三碗酸汤拌丸，第四碗大块的红烧肉，第五碗水果罐头，第六碗浇丸汤，第七碗酸汤小酥肉，第八碗金针酸汤。最后一道了啊，最后一道金针酸汤，这一桌菜啊。